行嘞，请坐。大家五早，早暝敢足好困？有的人啊，行来行去安尼吼，啊嘛袂歹啊。了解一下伫台湾民诶，咱台湾民政府啊，基础要安怎来向前行？吼、哦，加减诶，加减了解一下。我本人叫石凯，即课呢，毋是我诶时间，我诶时间是下晡吼一点临时，咱诶法务部。低到十分钟，所以这十分钟呢，我来只讲一个故事，安尼好啦吼。今日来到这，最主要咱爱好好啊了解为什么咱来到这，有人知影无？为什么你来到这？知影举手，还是红笔的？红笔的举手，我看卖，好阿青的有无？无然后，拢是自愿对不对？啊，我是想讲哦，查甫人敢靠一个一支嘴尔，对不对？但是咱遮的查甫人拢好呢，拢巧呢，毋是靠一支嘴尔呢，爱有行动，行动来到遮安怎了解台湾的主管？咱今仔日，吼、哦，虽然遮但遮暗时也无冷气通困，安尼有影是非常要今仔这两天吼、哦，温度上悬，吼、哦，温度上悬。我看有人门开开，哦，棺材是安那困啊开，哦，为了安那无多啊，天气烧热，哦，无冷气，啊，恁袂歹啊啦。头一期你敢知？冬天到啊，遮拢无啊，桌也无，椅也无，电风也无，冷气也无，拢无。冬天的时，棉被伊家己炸。无够，有个人无扎，种种个所在无扎，赶到比比错，安怎互相乞个安尼，非常可怜。但是看到咱遮，即马桌啊嘛水水，对不对？啊，顶悬还阁有电风，边啊还阁有冷气，这就是咱前辈努力个结果。今仔日无必须丢一个人，控告美国，咱今仔日敢有机会敢坐伫遮？咱无可能坐伫遮，对不对？咱爱感恩啦。多少件逆上啊，也因必须丢个过程啊，控告美国政府。为什么民进党无控告，台联党无控告？伊无在条，对不对？必须丢是战争法的专家呢，对不对？伊得了解，利用这战争法来控告美国政府，咱卡会安怎？人靠有就出路，所以今仔日来到遮，咱非常的安怎啊？爱有感恩的心来感谢。虽然暗时啊歹困，你爱努力，你爱了解这条路，独独这条路尔。这条路叫什么路？法理论述，对不对？免用感情，用法理，安尼咱就较会进步啊！未来咱的子孙讲阿公，有影感谢你。好，感谢你有一天来到这，和完成这政治路，完成这种的主管，所以和我过得非常好，未过做外劳啊！你敢知？有的人囝，有的今嘛，足济台湾少年人拢做外劳啊，对不对？去外国啊，对不对？但是你敢知暗时啊困拢想妈妈，目屎安怎？下头你唔知尔啦，是毋是？是咪可怜？所以咱今仔日为着咱的子孙，咱来努力，咱来安怎打拼，对不对？啊，所以咱今仔日所付出的，拢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毋是偶然的，这因为努力打拼得到的物件，是你家己会得到。所以咱即马时间短短啊，要到啊，哈，要到啊，啊，咱搁爱增加努力，来个打拼，安尼有一天，你讲哈好佳哉。迄暝，阮逆上甲踢入来，我即马我倒转来，叫阮逆上讲，大哥，感谢迄天你甲我踢入来，你会做感恩的人，吼、哦！今日呾咱的迄、那个部长来啊，吼、哦！咱即马举手举较悬来，手两个手了较悬，向你边仔的人讲，有你真好，来。
有你真好，过来一拜来。啊，现在来用咱香秀来鼓励咱的法务部长来，掌声鼓励，也这是感谢伊的哈。有你真好。各位同事，咱搁行嘞一间吼，大家请起立。行嘞，大家请坐。各位同事，大家早安啦吼。啊，今日较歹势，拄啊较晚来，吼，大家等一下。啊，咱马上可以进入这个主题了吼。今日讲的主题是。新南诉讼这个专案哈，这个案件大家捌听过无？捌哈。这个诉讼的地方伫倒位，知无？恁老电脑哈，你电脑先秀一下那个南威岛还是新南那个西鸟岛的位置哦，大家看卖者。好，这个岛哈，目前是这个。越南占领，越南占领的地方。啊，但是吼、喔，越南吼、喔，伊的海岸，伊迄个领海基线吼、喔，无围伫遮，表示啥物款？表示占领无移转主权呐。好、喔，啊，即卖就讲，啊，这个地是啥物人的地？这个地是咱的地，先来讲是咱的地。好、喔，啊，这当然是爱等下解说一下。即卖道理找这个。西鸟岛吼，找迄个西鸟岛，还是讲迄个南威岛，吼，大家看一下，找迄图片吼，西鸟岛还是南威岛？啊，即嘛这件案件已经，伫美国已经起诉，七月二十已经起诉啊，哦，啊，尚有权利去提告，好，这是一个身份的问题啦，尚有权利，然后这杀人的物件嘛。啊，上有权利，然后去告安尼吼。啊，上去告，有权利的人，无一定有法度去告啦。啊，有权利的人，啊，有能力的话，伊就去告。啊，比如讲，有咱本案是有出钱的人去告啊。啊，会当代表什么人？会当代表什么人？这是一个法治的问题啦，吼。就讲伫咧中华民国内底，伊可能会当代表全体台湾人民啦。啊，伫美国咱就。较唔知啦哈，啊，即是讲上有权利去告，这是咱的所在啦哈，咱的所在，啊，是被占领者走到去告，被占领方啦，我一直看来看卖吼，这边来往下。这个哈，叫一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004年的1546号决议，伊讲怎么话哈？伊讲重申伊拉克人民自由决定支配自己自然资源的权利。哦，行了，这是简体字，因为这中文这是中国的系统了哈。啊，繁体字无伫联合国内底，所以用这个用的资料哈，就讲咱怎么？诉求是啥物件？这个主权、自然资源呐、啊，啊，自然资源，这个物件，咱讲咱是咱的啦吼。啊，这个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决议说，伊拉克的自然资源是伊拉克人民的。啊，台湾的主权是啥物人的？当然嘛是咱的，对不？啊，过来，只有一个国语的吼，更加精彩吼。联合国经济理事会决议吼，2007年7月26日。全体会议吼，伊讲重申吼，巴勒斯坦人民，即句话看有无？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是一个什么话？说团体？巴勒斯坦它是不是一个国家？啊？巴勒斯坦是不是一个国家？不是哦，哦，啊，伊是一个，但是一定得有观察员的身份，哦，啊，伊的人民。巴勒斯坦人民，
啊，咱台湾嘛毋是一个国家，啊，咱台湾嘛有人民，吼、哦，同款。啊，讲比占领叙利亚个人的阿拉伯人民，即句什么意思？叙利亚是毋是一个国家？是吼，即摆顶内战吼，叙利亚是一个国家。啊，个人呢？个人个人是一个伊一个省啦，相当一个省的阿拉伯人民。所以这底下有几个所在，有几个主体啊？叙利亚、戈兰、跟阿拉伯人民，还有一个被占领，这拢是被占领，对他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你讲上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你家你看呢？叙利亚、戈兰跟阿拉伯人民哪一个人有权利？阿拉伯人民哈，啊，不是叙利亚啦哈。阿妈不是巴勒斯坦，是啥物人？是人民，被占领地方的人民，有无？看有无？被占领地方的人民对他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啊，要求占领国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浪费、耗尽这些资源。啊，占领国，咱家台湾是啥物人？上占领？美国，啊，搁在中华民国嘛？啊，因有权利无？没有权利哈。看这个看清楚了哈，啊，过来啊，这个是 America 施政权下的冲绳法令，这是什么意思？就美国占领琉球迄当阵的法令啦，哦，是不是这个意思 ？America 施政权底下的冲绳的法令嘛，有什么法令啦？哈，有这个美国军政府特别报告啦，哈。美国军政府特别布告了哈，美国军政府了，啊，美国民政府了，啊，美国民政府了，美国民政府工作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有无？哈，哎，安那这美国敢有权利？无权利啊！啊，美国民政府呢？有权利无？啊？美国民政府有权利？无嘛，这美国民政府嘛是美国啊，哪有管理对不？啊，你看啊，过来看哈，啊，这台湾民政府是啥物话呀？看清楚，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啊，台湾民政府是 TCG 是啥物话？是毋是台湾美国民政府的简称？是毋是？哦，啊 ，TCG 是美国军事政府 USMG 底下的机关对不？哦啊，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阿拉伯人民，甲被占领日本、台湾的本土台湾人民有共无？共吼。安尼，这 TCG 有权利无？可能安有权利无？有无？安尼有权利哦？安尼有权利无？你看安尼。啊，这被占领的。要求以色列不要开采、危害、浪费啊！啊，以色列有权利无？占领国有权利无？无吼，占领国无权利吼。啊，这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这是什么机构？美国的机构嘛，对不？占领军的机构嘛，对不？哎，对不对？对吼，安尼。USMG、TCG 有权利无？无吼，爱搞清楚啊！咱是被占领者，咱毋是占领者，咱是被占领者。大家清楚这件代志。被占领方的，你若无法度承认讲你是被占领者，你就无法度主张这件代志啊。被占领者，俺即间去找美国的律师啦吼，去找美国律师。啊，这朋友委托啊，啊，律师勉强接受咱。两点钟的咨询啦，哈。啊，这因为律师进前有看咱本案哦，讲当事人不适格。我咱这个案件哦，当事人不适格，伊是啥物款的案件？是美国的一间石油公司去甲中国签约嘛，讲要开采、要探勘这个所在嘛。啊，其实伊去1943年去探勘的时阵吼，三天就去用关照去，叫上关照来知无？中华民国吗？不是哦，是去予越南北方走去。我拄仔有要秀一个图片啊，就讲越南即马占伫遐。啊，伊即马吼，当年吼，
佮拢这间公司吼，哈特公司哦，佮当年拢佮交这个权利金给中国啦，啊，维持这个企业安尼吼。啊，佮今年佮延长两年啦，到2003到2004到2005，这是共控五年。啊，律师讲咱这个案件不适格，是安那不适格？因为讲，啊，你有什么权利呢？法官是讲做吼，你若要请求这個，你法官要问你讲，啊，你有什么权利受损害啦？你要讲个清楚，你有什么权利受损害？安尼才有，安尼才有适格。啊，无你也无受损害，你别人告，你别人告啥？啊对不？啊，你有权利，恁这比这么假吼？啊，恁有权利受损害无？假使讲这個地若是恁个话啦，啊，恁个地啊，别人去恁家偷放柑仔呢？安尼有损害无？损害伫呾？偌济？损害偌济？恁损害偌济？哎呀，啊，即卖伊只啊未，即卖是探勘尔，准备要办尔，安尼，嘿，头办你听较有啦，我先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啦。啊，若安尼头看先甲你探勘安尼，安尼有无？安尼有损害无？安尼无哦？安尼咱即件都拢无，都免伊安尼。那无得免伊安尼，我讲哦，伊甲中国订约啦，遮石油偌济你知无？遮石油吼，听讲有二十条的美金啦，二十条美金，南海遮吼，新南新岛遮有二十条美金，二十条美金是偌济你敢知？怎样算？乘以30就是600条嘛，啊600条是偌济？国民党的预算一档吼，要甲两条，你知无？哎，600甲除以2，看卖安尼，几年？300年。啊，300年，啊这安尼吼，你要去开采，要去探勘，要开采，啊，这个阿公啊，免费送你安尼呀，啊是爱交一寡权利金，爱一寡权利金嘛吼，啊，这权利金爱归什么人？那是地是咱的，是爱归什么人？归咱嘛，对不？啊，即马唔是归咱咧，走去中国遐去，安咱有损害无？有吼。伊讲账面价值吼，目前是290万呢，美金啦，差不多1亿啦吼。就讲付这个权利金啊，要1亿。啊，1亿若归咱，咱无凭证嘛，还佫有5块通摕嘛吼。所以讲，咱有5块的损害。啊，5块的损害嘛是损害咧，啊，所以讲安尼有四格无？哦，安尼就有四格，因为讲你有损害，法官问讲你有损害无？我有啊，我得200，我得主张290万，所以我们有损害，合起来了吼，合起来290万。因为美国佫一条讲啊，你合起来爱超过75000块的美金啦，啊290万已经超过足侪啊啦吼，所以合格啦，所以法官受理这件案件，啊，律师嘛，到尾嘛同意啦吼。5月23当天的早起9点开始听吼，2点钟开9点开始算嘛，听到一半吼，伊讲，伊要找一个犹太裔的律师来听啦。哦，听到敢若有小可精彩的款吼，要来听。啊，这个律师接下去律师就取消他的另外下半场的约了。哦，啊，一直因为伊本来是讲2点钟就刷，啊，就下骹佫接一个案吼，结果。迄、那个案来个促销吼，啊，佮讲到下晡一点去，啊，同时完成签约啦，同意第一阶段的起诉研究，这个起诉好啊，唔好啊，会使袂使安尼啦吼，这是律师的状况。啊，一开始是当事人不适格啦，一个边的边安尼吼，啊，到尾啊吼，就叫伊这个 partner 来啊，这个阿多啊，犹太人来啊。哦，即若在座若美国人哦，会知影讲即个美国律师大部分拢是犹太人的，就比较有发言权呐。哦，啊，他有认同这个东西的哈，认同这个案件，所以来跟你们签约了哈。那有三个人去，三个人去的，1、2、3哈。啊，这伊秘伫遮，这就无着。哦，伊讲法庭吼，7月初3。起进程吼，先咩哦吼，
啊，伊讲法庭上紧大约一周左右即可分案。啊，这7月3号诶，啊，伊讲法庭最快大约一周左右可以分案。这一个驳书了，后来驳书了哈，伊下人来批了哈。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评估可能的攻防哈，其中包括法庭可能采用的证据、引用的文献等方向哈。啊，下次会议7月底哈，起诉可以定稿，然后递交联邦法庭，法庭最快大概一周即可分案。哦，这是7月13号的消息的哈。啊，第二届去美国哈。7月22日到7月27日哈，就是前几天嘛。啊，讨论几个问题嘛，就讲被接纳者偌济人，被接纳方的人民偌济，1000多万嘛哈。所以咱准备一开始讨论有没有办法集体诉讼，集体的诉讼啦哈。但是这集体诉讼一个困难的工作哈。这里要通知所有的成员，就讲，大概1000多万，你拢要甲通知，每款伊要来参加无安尼啦吼。啊，而且袂当用报纸，爱用胶皮哦。啊，那胶这个皮就比总统大选较大条，你知道吧？哦，所以这困难呐、啊，要用集体诉讼这个方法吼、哦，有困难。啊，这个 RLC 吼，啊，咱嘛无名单 ，RLC 有名单啦，但是伊也毋是当事，伊也毋是当事人啦，伊占领方啦，他不是当事人，所以，啊，这个、Bruce 这个犹太裔的律师，佮查到集体诉讼这个要件的讲吼，原告呐多达100到200万人了，法官就认为不适当啦，好，故不会准许的，不会准许这个打这个集体诉讼，所以啊，咱。本土台湾人比占领者大概有1800万人嘛，所以这个集体诉讼就袂使啦吼。这是有介讨论过，啊无，我阮几个去告安尼，啊，但这无就代表什么货啊？哦，啊，就爱看会当大家拢是无安尼吼。啊，集体诉讼佫继续讨论，不放弃嘛，再问嘛哈，伊讲成本高啦。啊，可能会刺激被告放手一搏嘛，造成原告跟律师绑在一起的，啊，财务只能从和解存在赔偿中求得了，很难和解了，具体求偿的举证更高了，所以讲有真侪困难，所以后来就放弃了集体诉讼的这个可能性。那法官嘛袂准嘛，因为超过伤侪，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权诉讼问题。啊，佫有讨论一个。陪审团的问题，啊，咱这是民事啊，刑事，民事啊，民事哪有陪审团？有无？听过民事的陪审团无？有、哦，民事也有陪审团哦。啊，陪审团是认定事实的部分呐、啊，会交给陪审团。啊，那法官的话只做法律审查，陪审团原则是这样子的哈、哦，事实的部分交予陪审团做。啊，这个法官去审查这个法律要件啊。啊，民事陪审团啊，刑事嘛陪审团。啊，这个刑事的陪审是检察官去请求组这个陪审团。啊，那民事是原告，咱去告的人有这个权利，讲要要求组这个陪审团。啊，若无要求，就法官去认定啦吼。民事是安尼啦。啊，这那刑事的是要一致的意见呐，一致的意见呐。啊！你有太人无？你有切刀无？哦，这陪审团然后十个吼，十个拢爱讲有，还是那一个讲无，九个讲有，安尼安怎？安尼判无罪哦，这样要判无罪吼、哦。啊，那诉讼，咱这民事的呢？民事叫做优势证据主义，捌听过无？优势证据主义，什么叫优势？51%就叫优势啦。六个陪审团，三超过三个、四个就算是啊啦。就算优势啊，对不？优势嘛，超过一半叫优势。所以咱这间爱用陪审团不？咱当然要注定陪审团啦，哦。啊，所以讲这个陪审团就是讲刑事，就是讲哎，要判一个人有罪吼，啊无罪吼，判一个人有罪哎，没有怀疑啦，哎，确信、确信的新政，所以伊要需要一致的见解啦。
啊，陪审团的成员就是拢爱赶快，安尼才会使。迄天我去的时阵，拄好美国一件迄白人打死一个青少年的黑人啊，啊，举国哗然啊，奥巴马出来讲话，啊，就大家陪审团吼，啊，就一个无同意就无做啊嘛，哎，大概就这样。啊，陪审团组成要哪做？我今日有甲考察一下吼，就讲，咱这陪审现在要讲这個，咱发行车牌嘛，这个问题吼，这个当通常是十公里左右的公民呐，这个范围伫遮吼，那得十公里以内的人吼，来做这个陪审团的成员。啊，去加州参观一个发展吼，伊这个陪审团的等候室吼，大概有法度超过一大间啦，七八十个人安尼。刚好你遮坐安尼吼，啊，公民的这陪审团是公民的义务了吼。啊，欢迎诶，伫一两个月进行的通知，哦，比如讲通知什么人，哎，十个人，啊，伊就通知十个人出去安尼吼。啊，到就讲即马，比如讲即马八月七嘛，十月七要开庭安尼吼，比如讲本案恁是十月二要开庭。啊，进行一天会当依照这个通知的编号，通知单上面的编号哦。啊，你会当去问讲，这个爱去无安尼啦吼？要不要去？啊，公司那你来上班吼，啊去吼，公司通常未付这个费用给你啦。啊，换你乖，给你这个交通费。啊，开车去法院周边的停车场哦，依这个通知单是免费啦，哦，啊，做完陪审后哈，会有一个证明啦，啊，一年只做一次证，啊，若再被抽到，可以出示证明免作证哈，陪审团先的哈，啊，你等候室的时阵哈，单抽签啦哈，啊，先算出来首席陪审人的一倍或一倍多。伊若比讲爱十二个，伊就抽二四个、二五个、二六个、二七个、三十个拢有可能。啊，爱十个就可能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拢，无加一倍就二十几个，多一倍啦。啊，经过两造律师当场弹劾，啊，都被都皆同意才可啦。啊，若有关系啦、认识啦，或有在什么地方有看到这个案件呐、啊？可能都会被排除，哦，啊，法官有最后的确认权利了哈。啊，选定入座陪审的位置了哈，两造就开始这个公房嘛。啊，陪审的过程，若一方律师认为某一个陪审人不妥当，哦，如发现这个陪审人有职业上的关系哈，可能就中途更换这个陪审人。啊，由旁听席上的候补陪审人当场递补。啊，这若开庭落去，就是讲一定要心甲煞。啊，心无煞安怎？案件拖真久，心无煞变啦。请你去理社，集体去理社。啊，袂当对外，不能对外联络，去遐带一暝，过一天过来。啊，这陪审团是安尼啦吼。啊，心甲煞，心无煞就是过一天过来，啊，两天三天啊。啊，大概袂遐济啦，啊，大概两三工就足济啊。啊，咱这个案吼，我阁讲一个哈，咱这个案是讲新南群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啦吼。新南群岛大家捌听过无？新南群岛、南沙捌听过无？是台湾的附属群岛，这讲恁会不会心兮兮的？会袂？即摆拢别人占去啊，讲恁兜会安尼，恁内心会虚袂？会哦。啊，恁即摆讲咱内，啊，你有证据无？恁咪讲，啊，你有证据无？好、哦、对不？我讲一下，1939年吼，三月七三吼，这个日本的内阁吼，决议把这个新南青岛编入高雄市。有大高雄无？哇、哦，安尼恁冒掉，恁冒掉，编入高雄市啦吼。啊，这个贵港吼，伊有通知美国的大使，啊，美国大使有通知因的国务院啦吼，啊，国务院第5月17日回一个文，讲做吼，日本你即马目前吼，
你宣告占这个，把这个土地编入去高雄市吼，宣告主权的这件代志吼，你伫遮还无完成宣告主权的基础，建设也无够遐焦啦，哦，也无算是啦。日本把你否认的，美国把你否认的意思了。你宣告主权，无算是啊。所以日本就开始加强啊，就讲设警察，派驻警官底下啊，设这个什么区啦吼，户籍、户长啦，什么区啊，信义区啦，什么区安尼吼，啊有区长底下，啊有这个警察底下，啊有采矿的、采磷矿的。什么新业什么企业社采磷矿，啊有这个气象站，啊就拢，啊就，就这个建设就拢甲弄落去安尼啦。甲1944年的时阵，哦，这个上尾啊本的这个台湾总督府的这个统计书内底就讲啊，伊讲什么叫台湾？大家知无？台湾范围是什么范围？伊讲台湾全岛加澎湖岛加新南群岛叫做台湾，哦，台湾是这三个群岛合起来叫台湾。安尼讲到这，是不是这个新南群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对，对吼。哎，当初那安尼，这个那是你安尼讲，有人甲你承认无？哦，这《古今上和平条约》第二条的 F 项，日本有放弃被要求放弃什么东西？南沙跟西沙，啊，就是新南青岛，新南青岛是一部分的，南沙跟西沙，啊，这边也这么还，你哪无你得放弃被创啊，对不？你就是有才需要放弃啊。所以，伊经过日本迄段时间的建设吼，甲1952年联合国就甲这个盟军就甲肯定啦，有这个权利啦。啊，但是你爱放弃安尼啦，但是放弃权利尔，无放弃权义务啊咧吼。安尼讲吼，法官可能也无啥个，这日语的物件吼，日本时代资料。我感觉无啥会相信。我问一个问，有只有美国人无？美国回来无？还是去美国住过？也只有一个无？有无？没有。好，我问一个问题啦哈。波多黎各是不是顶年公投要变作美国的第51州？这个消息有无？有啊。哎，即马变作51州啊未？谁那未？伊都公投过啊那未？啊？国会？哦，国会要同意怎么样？啊？国会要按照？要同意什么？国会要同意把美国宪法在波多黎各实施了，啊，再叫做这里叫编入嘛，同意编入实施宪法，安尼再变作他的51州了。啊，这样美国的这个主权者，还搁底下考虑了，要不要把它变成一州了？哈，啊，这个波多黎各是什么人的所在？是西班牙还是美国的所在？西班牙是100年前的，1898年就挂好这个美国的嘞，美国已经挂超过100年嘞，还没有变成美国的一州呢。哦，这个割让哈。甲这个编入，这是两件代志吼。啊，你这个新南青岛，刚才讲有并入了吼，啊，有实施宪法无？有无？台湾有实施宪法无？你把它编入台湾，啊，台湾有没有实施宪法？有啊，1945年的4月1号实施宪法嘛，这就是甲编入是同款意思的。我问一个问题：加州当时变作美国的一州？可能无人知啦吼，加州是安怎来？是甲这个墨西哥小姐嘛吼，墨西哥的连墨西哥城都叫占去安尼啦吼，啊这加州当然叫占去，啊墨西哥城嘛叫占去，
啊，到尾不得已再签这个约，把这个加州割给美国，挂美国。啊，挂美国，啊，这样就变作美国一州无？有哦，有哦，无嘛？那是事后啦，在当时啊，1848年啊，1849年割让哈，还没有变成美国的州，没有吗？这个啊，他割让的条约签订的同时啊，那个地方有没有占领军？有无？啊，连墨西哥城都用占领的地带无？那当然是有占领军啊，那叫做军政府啦，占领军叫做军政府啦。啊，签约的东西有没有占领军？有啦。啊，但是就讲，等到这已经拢无平定了，拢无反抗啊，占领军才变作民政府。啊，民政府通知了，通知了不哩顺啊嘞吼。啊，所以美国的国会就是1850年9月7号宣布在加州实施宪法，把加州变成美国的一州。安尼理解无？你若不相信，你网络甲查了个就是加入美国的一州的先后顺序吼，经13州是同意实施，家己同意吼，然后加入第14州开始，伊拢有一个挂一个，当时变作美国一州，挂一个日期尔，就是讲说当时实施宪法。什么时候实施宪法？是国会讲了才算哦，不是行政机关讲了。时间机关讲诶，干你施舍啊，一条、两条、三条，安尼去实施，不完全的实施，那个不叫实施宪法。国会讲，甲你实施，还是全面性的实施宪法。啊，全面性的实施宪法，波多黎各人、加美国人，是不是加州人、加本土的加州人，是不是就变作权力一样啊？啊，无即嘛，波多黎各人可不可以选总统？未使啊，虽然讲伊是美国的领土，但是。无主权啊，唔是主权迄种领土啊，唔是讲甲州迄种诶有领土主权迄种领土不共，迄是属地，哦，属地诶人民不能选美国总统，有这个差别，安尼理解无？啊，台湾有实施这个宪法嘛？这大家知吼，1945年4月7日实施这个宪法，啊，台湾迄阵有公民投票无？有两个数据，您参考看卖下啦哈。好像1943年哈，这个要1000名的兵员呐，偌济人去应征，你知无？要1000名哈，结果43万的人去应征啦，讲要做兵，要做兵安尼。我也要做兵啊。啊，第二档哈，搁爱1000名，偌济人去应征，知无？60万人，60万咧讨1000名的名额呢，比考啥物都较难。安尼表示啥物事？表示讲1945年实施宪法伫即只，互大家会当参政，即件代志，台湾人民有同意无？你看做兵就知影嘛。伊讲实施宪法主要就讲互你参战嘛，你当做兵，毋是做军夫哦，是做兵哦。哦，安尼同款嘛，安尼平等嘛，哦，啊，你会当参政嘛，你会当士兵啊，这林献堂捌听过啦吼，因着去做参议员，贵族院的参议员啊，啊，这个是参政权，啊，参战权，安尼就是讲台湾人甲日本本土的人的平等，安尼有理解无？敢是讲？你还没实施的时候，你都要做军夫呢。啊，你讲波多黎各，你即马还没实施宪法，你嘛是袂当做兵啊，吼、哦。啊，但是实施宪法了，你就内外平等。实施宪法了之后，就是内外平等啊，内地延伸一样，大家都一样。安尼知无？这点安尼讲到这，有理解无？有啦吼，大家好。啊，过来，过来就讲这个。政治问题啦哈，什么叫政治问题？什么叫政治问题？控美案嘛被政治问题打掉呢？伊讲法官安尼写啦哈，起先吼
个别上诉人寻求适当的救济了哈，及他们要护照了哈，更具体的，他们要国际承认的护照。然后目前上诉人要求更多，他们想成为拥有一切权利和特权美国国民，包括美国护照。考量上诉人的国籍，将使我们跨境具争议性的美国外交政策领域，才能解决行政部门过去60年当中有意不处理的问题，及谁对台湾行使主权，本法庭无属权限，没有这个权利了。因为政治问题哈，阻止我们考虑上诉人的诉求，本法庭在不得已之下，只能驳回不受理上诉人对管辖权的实质控诉。啊，南海即马七八个国家伫争咧，拢派军队伫遐咧。啊，你讲你的，这是毋是政治问题？啊，你有政治问题无？有吼。啊，那政治问题，安尼即间咱嘛免改啊，免移啊，那也不用玩了哈。那来看嘛，什么叫政治？什么叫政治问题呢？这大法官。在这个案件讲的啦，伊讲，凡宪法以明文将问题委由以本院平行的某个政治部门处理者，这个看有无？就讲宪法有规定，讲这个问题已经和本院平行。什么叫本院平行？大法官的平行机关是什么款？大法官的平行行政部门什么款？平行的政府部门什么款？国务院。国院够遐大，这叫做三，咱来看三权分立的哈。三权分立哪三个权力？啊？行政、司法，啊，搁一个立法嘛，对吧？立法有啊，司法咱知，司法上大是大法官嘛，即马这是出现是大法官嘛。啊，甲大法官平行的变作讲行政嘛，行政上大，谁最大？总统上大嘛，哈。啊，国务卿呢？国务卿是老二吼。啊，国会呢？立法呢？就参众两院嘛，对不？所以平行机关是总统跟参众两院，才叫做平行机关。比如讲，法律宪法啦，已经规定讲说啊，这个宣战权是属于国会的，啊，这个军队指挥权是属于总统的。哦，宪法就安尼讲啊，所以这个。要宣战无，要哪战无，这犯人也当管，犯人也当去管未？这就叫做政治问题，这袂当管，吼、哦。就讲，凡宪法已经明文将该问题委由以本院平行的某个政治部门处理者，啊，你要不要宣战？这是国会的权限啊，吼、哦，已经规定好啊，所以犯人就袂当去管，这个是政治问题。因为法官要怎么样？第三权分立底下，法官要怎么样？要依法审判嘛，对不？是不是？啊，行政机关要安怎？依法行政啊，一个是依法行政，一个是依法审判啊。按哪法律规定的，敢叫做政治问题？哪法律规定也当拒绝审判没？未使啊啦，都有法律规定就照规定就好啊，你个对不？有法律规定的话，他就不能拒绝审判。啊，你听有无？我就讲了哈，你讲欠缺法院可以查悉并适用的裁决标准，没有一个判决标准呐、啊。啊，你老法律，那就有什么？有裁判的标准嘛？刚刚讲的是安尼嘛，对不？阿公会先做成显不属于司法裁量的初步政策决定，法院无从审查。有一寡代志，你去告犯人，可能无法度甲你审查。比如讲，你即摆去告犯人，告讲做要爱护食，伊可能你也无先去申请啊。哦，啊，犯人迄个行政机关准不准，伊也无讲啊。啊，后边啊，你要告啥物人，啊，无法度告啊。伊是讲你有当时爱去先去申请，你才会当去告。哦，啊无没有一个标的啊，初步的政策决定无啊。其实是讲，法案如果独立解决的话，势必造成对于其他平行政府部门的不尊重。我不太清楚，这个标准我就无啥清楚了。我们美国现在咱无解清楚，
什么情形之下，甲这个换你呢独立要协商的问题哈，这个不太清楚哈。第五个哈，切有特殊需要，需毫不犹豫地遵循已经做成的政治决定。如果这个案件已经做成政治决定的话，那你法官必须毫不犹豫地遵守。就同一个问题，可能形成部门、政府不同部门表示不同的声音的尴尬问题的话，那就不可以了哈。讲这个问题，你哪讲跟人做不同款的判定？比如讲，政治部门已经决定啊，政治部门已经决定了，啊，你要该做不同款的，安尼会造成尴尬。啊，这两个是同款的物件啦，就讲。已经做成政治决定的物件，你都要遵守啊！啊，给啊，大概就是安尼啦。安尼，什么叫政治问题？大概有一个印象无？上简单讲，就讲说，那是法律已经有规定啊，安尼就是唔是政治问题。这点会当同意无？可以啦哈。如果说已经有法律规定的，你法官就要依法审判，不可以拒绝。啊，政治问题就是讲做一个法律不当信的一个物件啦吼。我们都要讲过，伊讲吼，一旦行政部门决定台湾的主权为何，法庭就可以立即判决上诉人的相应地位以及应有的权利。对于何国对争议性领土有具有主权一事啊，司法部门。通常追随行政部门，一旦主权被政治性决定并宣布之后，法庭就能检视相应的独立的判决对于该地区适用的法律。啊，这是杜江汉的第五个、第六个的问题啊，好不？就讲，如果政治部门已经决定的话，那法官就要做判决，啊，相应的检查他所应适用的法律。啊，伊讲。啊，美国，美国行政部门有讲台湾的主权有没有决定台湾的主权？有没有？啊，没有。美国，我来分这四个问题了哈。美国行政部门有说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地吗？有没有？有无？啊，你都唔讲几百波？无啊。啊，你都唔讲。占领的美国占领的以色列无权利，对啊，军事部门敢不是敢第五权，哎，第四权，伊嘛是总统下下的物件。迄拢是行政权底下的物件，迄拢是行政的物件。黑龙美国受美国总统的指挥吧，对不对？啊，刚刚你免听美国总统的话。个性歧视啊！个性歧视，啊，会当个性歧视，搞到个性歧视的代志，不能造成尴尬呢。行政是一体化呢，安了解无？行政有一体，捌听过无？嘿，袂当造成尴尬的，法院都袂当给你造成尴尬，何况说你底下的机关，啊，对不？啊，有啥意见？大家有啥问题无？你占领这无啥问题吧？咱不是主张美国占领到吗？是不？有吼。啊，台湾的法理施政权，美国行政部门有没有说啊？法理的施政权有没有说？有无？举手一下。有无？有吼。这对公务。好了，阿哥来，台湾的事实施政权，美国行政部门有没有说？阿哥，这个上严重的吼，台湾的主权归谁？美国行政部门有没有说？阿座有证据在哪里？那是有的话，政治的都一样的啦吼。这恁去想看卖吼。哦，迄就是讲占领嘛，哦，啊，占领什么法你知无？哦，这个主要占领国是针对什么？这
SFPT 哈，旧金山和平条约哈，他没有厘清得在台湾行使主权的政府，他笼统的认定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并对指称主要占领国是针对什么？法官这样说了，哦，啊，你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意见？法官这样讲，当然有意见了，怎么没意见？占领就是托管。被占领领土是被人以托管的方式所持有，这是在这里这里边来谈了哈，这里是什么什么切来的哈？军事政府与戒严法，这个 military 什么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law 哈？军事政府跟军事戒严法，第44页来的占领对当地政府的影响，第36节古巴之占领实例哈，有进一步的说明，占领就是托管。占领就是托管，这句话有意见无？这法官不用讲了哈，他应该知道这个占领就是托管了。过来哈，托管的内容是什么？这《旧金山和平条约》第3条哈，伊就这个信托统治的问题，伊讲。日本同意美国对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群岛、双富岩南方之南方各岛和冲绳鸟岛以及南鸟岛等地送交联合国之信托统治的制度提议，日本同意这个提议。在此提案获得通过之前，美国对上述地区所属居民以所属海域。得拥有实施行政、立法、司法之权利，在托管之前，他有这些权利。啊，其实吼，这两个拢是托管呐。伊讲有啊，托管统治制度，托管是法定的，法律规定的。那这那托管是讲做诶预定呐，就讲两双方面讲好是一种的托管。伊即摆伫讲这吼，这是一个讲，会当讲好安尼吼，免咱托管啦。啊，这是这叫法定啦，自然法规定的，这个法是叫自然法。占领，交付托管之前占领嘛，占领有什么权利？占领的权利就是这个立法、司法、行政。安尼，有无？看有无？有吼，占领。等于托管，等于这个立法、行政、司法是什么法？主权权利 （territory right） 哈，我英语不怎样。我讲这里，被占领地的人民，各位都是被占领地的人民嘛哈？国籍，复归前的冲绳的这个什么法令啊？包括日本的法令，这有人也要翻译呗？复归前，冲绳的日本法，有包括什么法？哎、欸，这看有无？这咱看无啦，看无啥无？这看有无？国际法昭和25年法律第147号，国际法占领期间，琉球有实施这个法，叫做国际法。安尼看有无？哎、欸，占领期间哪有琉球是倒一个人？美国占领期间的琉球人的国籍是哪一个国籍？美国？啊？这不是讲，这是昭和25年的这个法律，这是哪一国？日本嘛，对吧？吼。啊，你琉球的国籍是日本，啊，伊的护照呢？旅行证件啦，哈，哎 ，That's good， 是啊，美国的啊，所以咱今麦要等啥？旅行证件嘛，对吧？过几工就宣布啊。啊，这个，啊，那安尼照这个资料来看，台湾也是被占领，台湾有实施日本宪法，
安尼台湾这个地方的被占领方的人民是属于哪一国？啊？日本吼？有信心无？哦，这不是咱讲的，这是美国讲的，美国的资料吼。美国的资料，较早美国在复归前嘛，有无？复归前，冲绳的这个法律啊，是讲1972年之前，美国占领期间，琉球的人民是适用日本的国籍化，而有日本的国籍。啊，台湾从占领到今麦还袂交转去嘛？啊，有是不是安那用这个法律？嘛是有用这个法律咯。到1925年是当时。50年的时阵哦，是不是50年？啊，咱台湾人当时被用剥夺国籍，知无？唔是，伫1952年4月17日，1952年4月17日，他一个通达书啦，华务大臣的一个通达书，发落去来讲，这个台湾人的国籍集体取消。哦，就是取消，集体无适用这啦。1927年，所以咱有2年适用这个法律，我们也有2年，但是伊甲咱取消是干不合理，变成法官拄仔讲的讲，这个好像规定就是讲，没有处于类似无国籍的状态。其实台湾即马是类似无国籍的状态。啊，安尼，美国伫咧你看吼，这是25年是1950年啊，1951年有一件代志啊，有什么代志？日本签这个。不是签字，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9月8日嘛，1951年9月8日签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他前年说什么，你知道吗？伊讲日本吼宣誓吼加入这个联合国，他宣誓哦，他承诺了要努力实现世界人权宣言。唔是你个情况，买下者有这条。日本承诺哈，伊签这个物件嘛哈，签就是承诺啊，啊不是签袂通，就讲我要遵守这个世界人权宣言，伊伫前年内底就讲。啊，世界人权讲啥物话？15条讲就每个人都要有国籍，人人享有国籍的权利的哈。诶，第一项、第二项讲不得剥夺任何人不得剥夺一。个人的任何一个人的国籍，也不得否认他变成国籍的权利了哈。啊，你美国，啊，你日本把我的国籍剥夺掉，造成我类似处于无国籍的状态。啊，那一个叫恣意，啊，那一个叫违背的，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承诺的这个努力实现世界人权宣言的这个承诺。啊，这条约的效力，你美国了哈，伊是甲宪法同位阶了哈。真大，你知道？哎，违定他违反这一条，有没有违背日本宪法？有没有？有哦。今天讲有违背这日本宪法，所以咱会当根据这去甲讨袂。他违背宪法，违背第九项和平条约承诺啊！我们努力实现世界人人宣言啊！啊，你今天造成我无国籍状态，美国话你控不下来，都有讲啊。台湾人里面有国籍啊，60多年来处于无国籍的状态啊。美国个别，唔是哦，我讲唔是。唔是美国个别，迄是伊家己搞不清楚。啊，无伊拄啊，遮都要搞遮清楚。美国哪有个别？唔是美国个别，迄是。那个叫做占领而已啦。交付占领委托他管理安尼尔，委托伊管理啦。啊无旧金山好比在讲做美国，美国交这单号管理是当时的代志。
1945年九月初二嘛，对不？啊，实际上交接是1949年十月二五嘛，因讲的光复节嘛。唔像你今日去查美国的国会外交白皮书7月23号公告的，伊赶快讲这个所谓的光复节哈，啊，中华民国是占领武力占领台湾呐，啊，台湾顶头有两种人，一种是台湾人，一种是大陆人。伊讲有啥无共？伊讲语言无共，种族不一样，政治无共，经济无共。即如何讲？即伊讲，美国即马讲占领、占领、占领有啥物权利？他有行政力，有司法啊，占领敢有主权？没有，占领只有施政权力，并没有主权。他有主权权力，但是他没有主权。安尼听有无？伊有主权的权利，会当立法、行政、司法，会当作家。啊，但是也搁一老大呢。老大啥物人？美国呢？美国有搁较大的这个立法、行政、司法，搁顶头搁有呢。所以咱这个关系现在会当搞，你知无？现在会当走到美国搞，你知无？就是美国有司法权，美国对台湾有司法权，信不信？唔是你个现这个台湾关系法里底，第四条第七项哈，就是有这个问题，他有司法权，所以当然让去搞。啊，台湾关系法是一个三观的物件，它是什么东西？哦，你不理解嘿，差不多是安尼啦。啊，这是啥物件？谁代替的？谁说要代替的？美国国会嘛，对不？短高是一个原因嘛。啊，上公要实施这个台湾管理法嘞？国会嘛，国会是什么权利？立法的权利嘛，对不对？立了这个法。行政要依这个法执行嘛，啊，司法要依这个法执行嘛，对不？所以司法就依这个法，哎，我们可以去告。啊，行政呢？行政有没有相应这个法律要做什么事情？大概在不？执行啊，要执行台湾关系法啊。啊，台湾关系法有什么要执行，在不？A T 嘿 ，A T 阿过来呢 ？A T 伊要讲一件代志哦，即个地方哦，顶年讲做中华民国要去太平岛部署这个飞弹哦 ，A T 反对呢，伊讲什么反对？这个反恐，想让反恐反对，想让反恐，要去阿布施飞弹，想让反恐。你感觉真奇怪哦，反恐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伊这个飞机吼，飞机啊，大炮啊，中华民国迄个标志已经拢涂掉了，你知无？啊，这么飞机飞去巴士海峡呢，甲这个菲律宾的飞机小度安尼吼，安尼，你看伊是菲律宾嘛？啊，伊看你什么款？唔知你什么款呢？唔知道你啥物，就是不明的武力呢？不明的武力是啥物件？恐怖分子，差不多啊。不明的武力的恐怖分子，所以 AIT 反对啊，反恐反对。政府讲就是伊讲，不抓你个吹，还佫有反恐的理由反对。哎，爱是安那来关这個？这个是什么权利？这个叫行政权呢，他是老大呢，你不能造成尴尬呢，哎，不是各行其事呢，这个不能造成尴尬呢，你若做唔对，伊就来给你管呢，不只是安尼呢，我现在举个例子啊，咱这个案就是去美国拍这个司法权嘛，啊，这个立法 AITRA 这台湾关系在台湾实施，
这叫做立法权嘛，对不？啊，行政权要讲安尼，也无介完整了吼。行政权呐、啊，2000年的2020年12月19号 ，AIT 官网上面有一个国防部给国会的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安全报告。伊讲啥你知无？伊讲台湾关系法赋予我们美国国防部。随时这个维持台海安全的平衡台海安全的这个权力，啊，行政部门承诺维持10万名部队随时保护台湾。这十万名部队包括哪里？你知道吗？包括驻韩国的第八军团、第七支空军、驻日本的第三陆战队远征军、第五支空军，还有一个第七舰队。第七舰队要来保护台湾无？捌无？1996年的时阵，阿强咧拍飞弹的时阵，伊有来嘛？安尼美国有没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拢在台湾？有无？有嘛吼？这捌听过无？安尼，好啦，今麦来进入本案哈。这里是7月25号了哈，地状的隔天呐哈，状子到法院的隔一天，哎，这干爱黑困机啊，要不要休息？不用哈，继续讲哈。啊，这里被告收受起诉书后21天内哈，需要提出答辩。哦，啊，这是律师甲我讲的吼。本案约一周内吼就可以将诉状送达被告。啊，被告在收受起诉状之后21天内需要提出答辩。啊，被告若提出动议以后吼，原告必须在21天内提出答辩。就讲，咱整抓7月20日搞去法院遐，法院。法院就讲，咱依法就是规定讲，60天以内要交予对方啦。啊，实际上爱60天无，送一张批，快递一天就交嘛吼。伊讲爱60天爱送到遐啦。啊，送到的时阵21天以内要提出答辩，收到证据21天以内要提出答辩，3礼拜。哦，所以啊，那么赶快，那么收到伊的答辩了，那么是也是21天呐、啊，哦，大概是这类的意思了。哦，啊，咱先来当一个，搁甲恁复习一下，咱先来当一个。这个法官讲了哈，美国跟中国过去60年间争吵不休了哈，让台湾住民哦陷入炼狱中了哈。在此期间，台湾人民生活在无普遍承认的政府统治之下。以务实的角度言之，他们在国际社会中并无确定的地位，已影响到这些人日常生活。此一无所不在的混沌状态，促使本上诉法庭试图确认他们的国籍身份与人权。啊，今麦咱的权利从糟蹋受。受侵害，啊，咱也无代表咱的政府啊，啊，所以我们只好自己去告，对不？咱也无一个代表咱的政府啊，啊，所以我们他法院就必须要容许我们去告，啊，无有权利不得不到保护，这不是法治国家应有的制度嘛，对不？你讲，因为台湾人没有代表。故本案原告自己个人也可以提告。你无政府嘛，你无普遍的政府，所以你也当提告吼。啊，其实迄、那个政府是代表 People on Taiwan， 唔是 People of Taiwan。咱是 People of Taiwan， 其实咱无政府，咱是处于类似无国籍的状态。这一讲，这唔我讲吼，没有国际承认的一个身份吼。
他怎么想要确认我们的国籍，确认不出来呢？这就是没有办法确认的。啊，法院，美国法院受理新南的起诉书，这是起诉书了，第二啊哈，七月几日？有看无？德州 TXSD on 072413，在哪里啊？哈，这暗号 case 什么43 CV 02161 document one 哈。哎，这上面啦，双呢？有无？双呢？上面啦，那你注销呢？有冇听过吗？双呢就咱的注销，啊，这是各位人密密麻麻一堆人啦，哦，啊，这表示讲就。表示讲，法院收到这个案件了哈，啊，伊给你给一个暗号，给一个暗号表示什么东西？表示受理嘛，唔再给暗号，给暗号伊就要处理啊，好、哦、对不？就安尼啊。裁定然后，过工七月几号下一个命令出来，这是10月21号，2013年早上9点，这个法官。猫咪人哈，安尼伫遮，安尼速度有紧无？恁敢捌拄着这种，台湾敢捌拄着这种这么紧的速度？今日甲弄入去，啊，明仔载伊甲你分案，是甲你定期啊、定停期安尼，有遮紧的，我讲速度有遮紧的，台湾有遮紧的，没有哈，唔捌拄过啦。这件算不哩好运啦，拄着好法官哈，很快。马上就是进行了。阿个台生都啊，咱的书评估工作最快一个礼拜会怎么样？会受理嘛？啊，对不？咱看者，乐乐等顶头，法庭最快大概一周左右可以分案，有无？啊，今麦不是分案呢，今麦不计分案呢。还定停期呢？哦，啊，这10月21号安那定落来，我怎啊讲过讲？法律规定讲说，2个月你要60天你要送达，啊，送达之后他21天要提出答辩，所以7月底、8月、9月，各加21天，所以10月21日规定安尼啦。停期是这样定出来的，啊，当然隔几工啊啦吼。你不要紧，啊，就是安尼，安尼有顺无？就顺嘞吼，唔是安尼尔，佫精彩伫个下边。哦，彭博呢？新闻社呢？这里华杰博士甲我讲哦，这个诉讼已经上了全美彭博新闻社，叫网站来当去吹的哈。7月31日。彭博新闻社的上面应该在。彭博新闻社，这里搞不清楚了哈、哦。彭博，德州的案子，《纽约见报》，这什么意思？彭博是在纽约呢，啊，咱搞的对，在德州呢，啊，德州搞的案件，走去德州唔报，啊，走去纽约报。啊，纽约较大是德州较大，啊，纽约比较大哦，吼，纽约比较大的这个地方注意啦，所以这件案件有人在注意无？那个探者看卖这布伦伯这什么什么东西哈、哦？彭博新闻社了哈、哦，彭博有限合伙企业是麦克彭博1981年创立的普遍。业务普遍及以全球的财经类媒体集团，它的营业额2011年是76亿，2012年是79亿。美国纽约州纽约麦克彭博成立1981，
查看一下查询箱，说你叫彭博。哎，你为市长呢，现任的呢，现任的官员呢？哎，现在的官员那对这件有兴趣？哦，那个查落去，这唔知啥，但是做了哈，不知道哪一周了，哪一个党了哈，搞不好跟奥巴马有相关的。所以讲，咱这件，你讲去用手机，我是无啥相信。媒体得家己注意啊！啊，这个法官是查某，查某也较无什么问题啦吼。你法官比较没问题。啊，这彭博这当时玻璃仔，报纸当时玻璃仔，这当时7月25日是哪一天啊？那个现在看卖哈，这法官定金是几代干？7月25日的水波呢？7月25日就上了媒体了，不是讲伊是7月30日再甲他讲的，安有紧无？速度有够慢啊！哈，啊，这是讲被40位台湾人民提出诉讼。在中国南海发现的5亿桶的石油，7.5兆6万公尺的天然气，但部分地区位于新南群岛的专属海域，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属于本土台湾人。伊安尼报啦，这不是我报的，这是他报的哈。7月25日是礼拜四。哦，礼拜四哈，哦，哎，讲中国石油。海洋总公司在该地区诉讼中并未被列为被告，没有被列为被告了。谁让不？哎，你有怀疑吗？谁让中国没有被列为被告？啊？告了美国对啊？那告美国公司啊？安内无清楚个告？伊两个不是共犯吗？这一报纸顶出来的时候，他有这个疑问，我再给解释一下哈。你若讲有人要卖这个王永庆的企业要甲卖掉呢，会使袂？讲先生，你讲王永庆的蓝牙你要卖掉，3万块就好啊，会使袂？啊？啥袂使？我卖袂使，你后要卖那也袂使，那有办法？诈欺，啊！你也知影，伊也毋是王永庆的啥物人啊？伊要卖这個，啊！你要甲买，那有啥物诈欺？安讲诈欺？我讲要卖，要改，哈、啊？我要卖，我要卖月亮，可不可以？会使袂？那是有人要买的话，买月亮你要爱无？5块了。会使无？会哦，唔是袂使哦。你要卖太阳10块嘛会使哦？可以啊，啊无你发到高无？你发到高啊？交不出来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哦，大家拢知影哦。啊，你就要买？啊，你中国讲这也伊嘛知影这唔是说的。啊，你就要来甲我买？我就讲好啊，我卖你啊。啊，你敢有啥办法？没有犯法哦，那是无犯法哦。我嘴讲尔，安尼伫北京签这个约，安尼就犯法，无遐严重啦。但是签约之后，讲我要卖白宫啦吼，白宫不你有价值，我10万块甲你买安尼吼。后来你白宫好卖10万块安尼吼，啊卖了你若真正讲要去甲伊点交安尼吼，安尼会使袂？安尼袂使哦。没有点交这个事情，点交就违法了、啊，哦对吧？所以讲，美国这间石油公司跟中国签约，单纯签约有没有违法？没有啊。但是伊去探勘的时阵，有违法无？要去点交，要去探勘遐，有违法无？啊，上去探勘，美国公司嘛，啊，中国刚好去探勘，没有啊。所以我们当时告他、啊，对不？告这家公司啊，
这不能播的记者，你得听有哈。我来讲，你听有？有啊哈。现在中国不是被告，伊也无违法的代志啊，伊也无侵权的行为啊，咱要哪个告？未使个告啊。哦。啊，这当去个讲了哈。就是安尼啦，就是因为他只有地约，他没有去探勘，探勘不是他，探勘是这个石油公司，所以说侵权的是这家石油公司，不是中国，所以中国没有被告的资格，他被告不资格。啊，这细节我就卖解释了哈，人大致跟你讲就好啊。啊，这 Dr. Promes 哈。七月二三，嘛，甲咱讲这条，伊讲美国最大商业媒体新闻社吼，最大商业新闻社，美联邦法官已经裁决，陪同原告律师团了解相关证物。哎、欸，这个媒体是美国最大商业媒体呢，年营业额79亿美金呢，商业媒体啦，上大间的商业媒体，这一讲，这不我讲。方面上面人家不代替何瑞的那个犹太人，伊这个足厉害呢。甲律师讲讲吼，伊伫台湾哦，就找着这，就找到这些资料给我了。哦，就是安尼啦，大概是安尼。啊，这伊个有很多资料，我等下恁看。诶，都在遐资料拢是伊提出来。遐、那個、开庭啦、啊，遐、那個、起诉书啦、啊，遐、那個、资料拢是提出来。哦，就是这样子哈。我、哦、这就是讲7月25这个停期啦，哦，这些资料。德州7月25这个10月21号在高点这个。这个天气，啊，这是原告啦，原告安尼在了等，这无多显示，其实下骹还阁有啦。原告，每一个人拢，这个原告所内上 ，ETAL 吼，就讲等等啦吼，还有这侪人啊，这么多人。这不都显示，那我的电脑这也开一个显示的去，安尼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哦，这拢什么人？这拢出境去过的人，今麦拢上国际媒体，啊，这是什么话？这是这个起诉的附件呢、啊？这附件有几个地方啊？今麦是7月24号不？这个案号4月28号 Sony 这是我们写要跟告进前先跟通知啦，通知说这我要跟你告了，你要、哦、就是这样，那个纯正信函、啊、那个律师的纯正信函，珍宝事务所给你的律师信函给他的，迄当阵有40个原告，这是4月28的时阵，甲7月的时阵是70个原告，啊，继续增加中。听到这，恁感觉这案件有信心无？有。有哦。有影无影呢？有。敢无疑问？我拄仔提了那么多问题，有疑问无？这个案件？啊，有的时阵，我就搁甲你讲落去啦吼。啊，会当参加这个诉讼未？现在可不可以参加？那些70个可以不可以再增加？这个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这个参加诉讼的条件哦。上有资格？本土台湾人嘛，你来看嘛。啊，本土台湾人，什么叫本土台湾人？爱有日本时代的户籍哦，哦。你若日本时代户籍提出来，恁老爸老母你也好啦，你本人也好。啊，你若本人若无，恁老爸老母，老爸老母若无，阿公阿妈，
阿公阿嬷无，就是各顶一代起来吼，做工作嘛吼，啊对不？像迄个少年那个小孩子，他小朋友伊都爱，应该甲迄代起啊。啊，一般可能你可能家己都有啊吼。几多人吼？啊对啊，啊你有无？你家己有无？哎。哦，安尼有啦吼，啊，阮局长应该安那有啦吼，哎，拢，你家己若有，你就会当；，啊，若无，你就还去摕恁阿爸、恁阿妈、恁爸爸妈妈的，特别老母的，特别老母无就爱摕阿公阿妈的，摕因的户籍出来吼，证明讲做你是本土台人，啊，因告四个，啊，请求的财产交易跟利益与诉讼标的有关，啊，恁有关系无？你若要参加有关系无？共一个嘛，对不？共一间公司，共一件代志嘛，所以这就是有关系啦。啊，时期用适当的时期内提出了，没有迟延后有失公允。哦，第开庭之前呢、啊、提出来，10月21号之前提出来，都算是可以的。哦，应该都不算迟延诉讼哈。而且原告律师要记状啊，载明参加的理由，并以书状列明参加要求答辩的事项，啊，法院审查通过呢。简单讲是，可以参加诉讼是安尼啦吼。啊，具体的23条、24条规定啊，密密麻麻安尼吼，就是参加诉讼的权利，适当的时间提出了吼。啊，然后财产有关系的，诉讼标的有关系的，对吗？还有这个，要先把适当时机提出了哈。还有没有迟延，有失公允哈。啊，法院你做出决定时，应考量参加诉讼是否将造成不当的迟延或判决诉讼对应来当事人不公平。啊，诉状的要求，哦，大概我给你整理啊，啊，这拢是，唔是给你好难的吼，这个是可以参加的吼，他美国法律有规定吼，今麦个会当参加。啊，那来讲一个啊，讲一个这个，经营公司的状况啊吼。1993年4月13日，克里斯通公司租了这个中科院的南海海洋研究所的探勘船，10月2日开始在合同期内进行探勘作业。就在当天，越南出动5艘武装船，将中国探勘船舶团团围住，要求中国探勘船撤离。为了避免事态恶化，防止冲突升级，最后中国探勘船在16日撤离作业期啊。这个赵岩说啊，这中国的企业说，没想到这一撤就是20年，从此中国石油人的身影就没有在南沙附近的海域出现。而且这间公司为了要维持这个企业哈，他是白缴了，一直缴下去啊，啊，管人敢会同意去遐探勘？你想越南会同意这个案件未？未啊！啊，伊要哪解约？这件伊要哪解？逐年伫遐缴钱安尼吼。美国政府要哪解？啊，你若无去告伊，才会。啊，咱即摆落去告啊！咱即摆告是毋是有法度偷这条？伊是毋是我都甲中国终止这个合约？会袂？判官若落来时阵，假设咱若赢的话啦吼，就是讲，被告石油公司白缴了20年的权利金呐，有冤枉无？还无法度啊，又定落去啊。判决的影响，被告胜诉，等于确认这个契约合法嘛，中国有权利嘛。啊，被告石油公司继续缴权利金嘛，但是拢不能开发嘛，
对不？就是维持原样嘛，继续缴钱的金啊，不能开花啊，叶人占底下那样，好、哦，啊这样呢，是不是跟这旧账和平条二三条，美国是台湾的，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规定不符？这个判决、啊、会不会不符？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啊。你若判决讲这个所在，伊赢的话，确定是阿强的，哇，安尼大条安尼。即卖底下大家伫争种，阿强啊，就会当以这做武器啊。美国都讲阮的啊，你是搁底下创啊，对不？安尼讲，等于是讲把这南沙拢送给中国啦。你想换你干做种判决？应该不太可能嘛吼，不然我那假设啦，我那有一天我那是伊都要来判，安尼判了安尼判嘛吼，那呢安尼判变啦上诉呢，啊被告哪败诉呢？要赔偿嘛对不？但解除于中国的企业约束嘛，不用再给权利金嘛，对不？他被告最后继续在原地开采，要跟谁订约？啊？叶兰？是？噶他换你的破烂，你还跟叶兰订约？我你们头壳拍蛋一个？啊？跟上订约？跟台湾人嘛，对不？啊，其他的石油公司呢？嘛是要找到呢，这个判决若破咱赢，就确定讲美国是这个军事战略讲啊，对不？主要占领国嘛，啊，越南会当讲什么话？越南有签约无？有啊，越南嘛有签这个旧约和平条约啊，菲律宾也有啊。安尼，如果判了，他们会不会承认？有没有话说了？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当历史主权遇到法律主权的时候，谁比较大？历史的主权，中国啦，这个越南拢主张历史的主权嘛。啊，个法律的主权，可能法律比较大哈、哦。这个希腊瑞这个大姐大公，要提出法律的证据，有效的法律证据。啊，咱提出来证据呢，有效的话，我就破烂你啊！破烂你啊！越南啦、菲律宾啦、印尼这些人拢哎呐，读起来嘛，你要讲啥，对不？啊，美国第一个啦吼，有什么影响？这个判决的有什么影响？就是讲，这些石油公司是不是爱洗头跟咱签约？判决讲，美国是占领国。啊，这石油公司要协调跟咱签，安尼，当石油公司来跟我们签约的时候，美国政府要不要保护美国石油公司？要不要？美国不是他妈在讲什么美国利益吗？保护石油公司就是保护美国的利益啊，是不是呢？对吼，啊，当然，当然，先说保护落去无，有吼，是啊，就是安尼啊。啊，这哪要嗯，安安也变难做，台湾关系会不会正常化？会不？会哈。美国石油公司你甲咱正常化，你知无？对不？伊要开采石油要找人讲嘛，必须承认我们嘛，判决你跟讲。啊，所以台湾就正常化，关系就在这里了哈。啊，这有偌济利润啊？听伊讲是二十条啦吼，二十条怎啊讲过啊吼？乘以三十，600兆，啊 ，ROC 一点预算不到2兆，20兆美金是台湾300年的预算啊。这个没有包括天然气跟可燃冰嘞。哦，啊哪讲啊要开发济啦吼？哦啊，本案的。石油哈，有500万万桶啊哈，5亿桶啊，那大概就是1000，1兆8000亿
台币了。啊，天然气7.56万公尺这不算啊。我是主张讲，这开发吼，开发要有技术跟资金呐吼。开发一个石油咁遐简单，你就爱讲要业主嘛，你即卖是无业主，你知无？拼军事、拼军头好，拢伫遐呢。啊，即卖判决落去，业主有出现无？有啊吼，各位拢是业主吼。啊，维持有维持的无？啊，维持秩序的有无？美国嘛吼。啊，技术要做啥物啦？技术来找咱的美国嘛，找日本来嘛，对不？啊，这维持的要来要记得摕一份去啊。啊，这资金，资金要做啥物啦？啊？找中国，资金要找中国。啊，这个有一个保全呢，上来保全。不是啦，就地遐个遐个东南亚国遐个派军队在那边的，就当就地保全呐，对不？做波转啊，啊你美国维持啊，你做发号施令，爱安怎安怎安就好啊。哦，啊咱得业主安尼，哦，啊有保镖嘛吼，啊有波转嘞，啊有资金嘞，啊有技术嘞。啊，那有皆大欢喜无？有吼，咱就过来分析一下吼，可不可行的吼？据介绍，全球水深井吼技术最大深度已经达到3052米了。啊，中国使用本国的装备最多只有到505公尺，所以技术中国有无？没有嘛吼，在水深。深水油气的开发技术上面，中国使用国产装备只有大333米作业的水深了、啊，而目前国际上2438米，这技术差几倍就倒倍呢。所以刚才有那个造言说，这一测20年，南海已经没有中国的石油人的身影了，好不好？没技术嘛，啊，没得个输人，哦，无啊。啊，中国的利益了哈。2011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原油1.5亿桶了，五亿吨了，占中国原油进口的51.2%了哈。啊，中国从中东进口原油哈，石油巨轮直接停靠在缅甸的港口了，不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了哈。通过石油运输管可以源源不断的通往中国的西南地区了。这样的运输方式不仅大大的节省了运输成本，而且提高了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的安全指数。有无？安尼啦吼。啊，那对南海一条溜一条油供给，有够个省无？连这个从中东进口运到缅甸家这段，先做个省起来，对不？啊，中国有利润无？国省这条运费伊就不得了，是不是呢？所以讲，伊要搁置争议来跟咱共同开采无？你想会未？应该是会啦，因为理性的话啦吼，因为争已经争不到了嘛。美国方面已经判决了嘛，啊，维持也出来啊，啊，保存也出来，你讲伊要安怎？我即摆提供这个，这算软的吼。这个是软的，好捏啦，出钱就有嘛，还有钱多嘛，出钱就一条鱼竿给你砍断一样呢。啊，你有没有更安全、更省运费？有吼，啊，你东南亚这国家有欢喜无？通通有讲嘛，我都讲过这各1/5有偌济利益。300除以5啊，或者是不是60？60年的预算，你想会动心未？会哦，我看会动心哦。吼、哦，对不？六十年的预算，这还得了？啊，美国占那台湾时，
但过当先一条咧，先三你知无？还佫做兵无？还佫要军火无？安怎先话者？先三千条咧，先三千条，还佫咱的少年那边去做兵，佫赚两当转来安尼。安尼这条，这个案件安尼，安尼看安尼赚偌济，会晓算袂？啊，台湾的国际化、正常化，啊，国防预算来拢升起来，不止安尼哦，不止升国防预算，琉球一年甲美军摕偌济租金，你知无？将近1000亿的租金。1000亿，900几亿了。啊，台湾即马服用的军事基地有收钱无？无收钱嘞。啊，有敢收钱无？哎吼！啊，即样来回差偌济？省一条3000亿的，佮趁一条1000亿的，安尼敢要佮拍拼？啊，哎无？哎吼！哎安那拍拼？啊，拍拼用钱哦，啊，嘛是有可能呢。台湾建设的更好啊。哦，是，成为一个大家都可以来的地方啊。哎，对，旅游参观啊。啊，对，第一个爱有机嘛，哈，无毒有机啦，哈，这生态问题。这位报告结束了呢，时间到了。还有20分啊，把咱补充一下。车牌，有用处无？有。这车牌停牌的程序啦吼，要依照 GAT 监理所的规定办理，完全合法吼。停牌完全合法。停牌效果是什么吼？咱没有使用 RLC 这个 GAT 的车牌吼。当然不用再缴这个牌照税跟燃料税啊，依照它的使用牌照税法第13条规定哦，已经向其交通管理机关申请的停止使用哦，一缴使用期间应纳之使用牌照税哦，可申请退还。那个停牌哎呀退水回来，安尼有合法无？啊？对啊。伊到要退税，你就是合法了。哦，啊 ，GAT 的燃料税征收分配办法第6条第1项第4款更明文规定了、啊，因故停驶者，应办停手续的，并将欠缴的税款缴清嘛，到申报停的前一日嘛，啊，如已缴足当季汇额者，一缴的部分呢，按日退汇嘛。这一讲就不是我讲的，安尼有合法无？停牌有合法无？绝对合法。那你这个车是轿车，啊，其他摩托车那个牌照嘛，还没有达到嘛？诶，现在目前是我这个轿车呢。啊？停驶啊？他要停驶，因故停驶者哈。因半途停牌啊，我没有要停驶啊，我是停牌尔。啊，停牌我是停你中华民国的牌照，等于我 USMGTG 的牌照啊。哦，安尼会使袂？安尼有叫做无牌无？这样有没有叫做无牌？报停啊，是你的牌，我甲你报停啊，等于我挂别种牌啊。诶，无要开，无唔对，我是无要开你的牌嘛。啊，我用，咱拄仔讲过吼。啊，我们的车子没有报废嘞。对啊，没有报废啊，停牌没有报废啊，所以这只车中华民国的监理所还有你的资料啊，要查还查有啊。啊，咱拄仔讲过啊，美国对台湾有行政权无？有。假使讲咱这是 USMG 同意的物件，会当讲这是无牌无？
啊，未使哦，嘿，张花莲的一件呐、啊、吼，白八条吼，红白白白那个八条，这个有什么问题？这啥问题？什么叫无照行驶？警察把咱的牌拔掉了，安尼有啥问题？他认为是违法的吧？哎，他认为是违法，安尼你想安尼是违法不？啊，有违法不？违法。有什么违法？你知不？随便拆除人家的东西。随便可以随便拆除人家的东西？警察，他认为违法。伊是为什么坏？我怪这牌是为什么坏？你甲我讲看卖。哎、欸，对对对，对啊！伊为什么坏？你要讲个清楚啊。咱拄仔讲过 ，USMG 伫遮是有行政权的哦。啊，伊讲交代咱发这条，哎、欸，唔知影甲咱拆去，这有啥问题？你知无？上起码会犯一条物件，叫做强制罪。不是强制执行，强制罪，妨害我的权利。欸，这牌是我钱买来的，是不是？牌是不是恁钱买来？是啊。啊，你我的财产你给它拔掉，你是凭啥？我财产要放这袂使哦。这个有侵权当然是有啦吼，啊，佮有强制罪问题。侵权你无啥惊你啦，强制罪。我这警察啦，去阿狗。我在这里呼吁哈，中华民国警察来较细致哈，啊无你来吃官司哦，强制罪，卖讲你强盗了哈，讲你强盗可能较严重一撮啊，强制罪，刑法304条强制罪会成立，去阿狗，华人那件哈，会当阿狗，无一定啦，无一定啦，甲告落去哈，今麦讲遐，原来是爱清理啦。你是凭啥讲拔这块牌？我甲中华民国警察官讲吼，这块牌是我车主的财产，我去买来，放伫遮敢袂使？到中华民国搭一个法律规定，讲说你的财产要安怎放安怎放？无吧？我这个手机要放伫搭，敢有规定？没有啊，没有规定啊。干会使制造这种规定，袂使啦，这是自由权的问题啊，管伤济啊吧，管太多了，哦，管过头了，知无？保险当然是要报了哈，这再个讲，哦，啊无牌照，伊也感觉讲你无牌照，伊即马来讲你无牌行驶嘛，啊你敢叫做无牌？这有规定啦吼。牌照、月经、报缴、报停、吊销、注销、无牌拢行驶的话，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18000元、18000元以下，禁止其行驶。但是本级啊，大陆运输安全局的汽机车是悬挂 USMG 授权机机花合法的汽车牌照，根本上叫做无牌照行驶。咱刚才不是说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在台湾的立法权，有没有？台湾的美国司法受理我们的案件，它有司法权。他说什么？他说当美国的法律继续在台湾适用，美国的法律继续在台湾适用，当需要引进遵照台湾的现行或旧有法律的时候，就是要引进遵照，要遵守这个法律的。美国法律有在台湾适用呢。我搁找了你看啊，伊这不能靠，伊件是无靠车咯，不能靠车的。咱的同心拿伫车顶吼，伊讲啥？伊讲这个第12条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牌照月经缴销、报停、吊销、注销、无牌照中行驶的话，哈，依同条第3项的规定，第1项、第4款、第6款、第8款，哈，汽车当场移至调离了，通知汽车所有人领回。
假使讲你若是伫车底，伊会当安尼处理袂？伊都爱叫恁认回啊！啊，我即爿伫车底，我就认回啊！啊，你先来搁甲拖，哦，这有矛盾，你知无？哦，汽车所有人的同心也在车上，警方扣车，既然要交给所有人的话，那他要如何执行他的扣车？无法度考啊！这就是爱，哎，伊呐，当然不能执行嘛！啊，如果强行扣车，这个都有滥权的问题。啊，拄啊，迄条嘛是滥权，这条嘛滥权。马健伊安尼后讲啊，再改算。汽车行车记录器啊，上好是去挂一个啦吼。因为一间买没有规定的话，也可以借有处罚的规定的吼。那你嘛塞车前就挂这行车记录器。咱吼挂这牌吼，要致力的遵守现行的法规的双重义务哦。那你行照后面有一条吼，持有本证者应致力的遵照 GAT 的现行法令及 TG 的规范吼，违者系负双重的责任。在不？挂那牌，要有这个样子，你是日本人，人是真守规矩的。咱嘛爱，我伫日本的时阵吼，日本人有咧讲这个。因为咱台省的发车牌是家己做的嘛，即嘛是正式的。啊，即嘛家己做，感觉讲你这些人不守规矩，也有这种看法的，不守规矩。所以讲，咱只要强调吼，咱来致力的遵守双重的规范。你哪违规吼，不知这个中华民国法律来给你管吼，警察给你管，可能咱家往那个记点，啊记点呐超过一个点吼。会取消这个牌照哦，来了解哦，双重责任哦，这是不给你罚钱，这给你记点，给你取消你的执照、行照。哦，台湾青岛美国军事政府本土台湾人私有及美军军用交通工具使用规则，我怎样讲啊？就是讲，这是美国军事政府下令的东西。授权我们去做的事情，有这个规则，美军军用交通工具使用规则，那落等啦，这些人也我看不了哈。啊，这是手册哈。这个台湾青岛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府总部军邮局第63邮政中心的哈。主旨：私有及美国军用交通工具使用规则，哦，就是这些东西嘛。哦，啊，这安尼表示什么款？表示这件代志什么款？甲美国军事政府有关系无？有哦，啊，有法院的依据无？有，也有哦。所以这警察。搞不太清楚状况，后工搞不好即摆已经挂倒转也不一定了吼。啊，若还袂挂，较紧挂，啊无你会食官司，食什么官司？上无一条强制罪会条着。诶，咱今日时间差不多安尼吼，中昼今日中午无歇困，会使下课未？有啥问题无？有啥问题无？先讲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刑罚呢？三年以下，三年以下的徒刑。哦，因为伊然后判一条，伊会真艰苦。我来讲，好来。我有一个问题。我这次能够来到我们62期的华理学院研习。我本来是有一组人马跟我要约到台中去呢。那是因为我这几天有遇到我一个朋友叫林胜杰先生，那刚好在认识了郭伟珠那个会长，对，因为他是我前几年有认识的一个朋友，所以我恍然大悟，我就没有参加他们的台中的，他们说他们也是研习啊，要这个华理研习啊，哦，谢谢，在台中啊，那我们有一群人不了解。都要去参加，后来经过我提醒，
他们全部都退掉。哎，好 ，OK， 谢谢。可是这样的话啊，多出来的一组人马，我们这边要如何去解决啊？什么多出来一组人马？他说他们也是华理学院研习会，然后攻击我们的灵教我讲，迄神啊，会即阵人，你知无？我不了解。你甲想，咱这个物件呐，安尼继续落去啦吼。你甲想，咱这个物件呐，继续落去啦吼。中华民国会安稳未？中国会安稳未？中国是应该是无啥关系，但中华民国会安稳未？美国军事政府来时，伊爱把货款款的来转去无？哎吼。爱点点帮你伫遮做，伊无法度来甲你抄，伊会当用安怎？甲你乱啊，要哪乱？钱嘛，资金之外嘛，对不？来甲你寄付啦，来甲你安怎啦？啊，派这个美男子啦，哦，美男子啦，美女人啦，啊，佮派这个工作人员啦，全面的渗透啊。台中一间讲，伊是正统的华理学院啦，原始在中。对，我咧讲，迄就是中国国民党的人啦，遐人就是这种人啦。有什么作为？他现在是散播说，那个林博士啊，娶了一个太太啊，那个太太是那个大陆来这边，那个就是这样。我也搞不清楚了。其实咧吼，这实在是吼。这个是我有发言权呐，因为伊结论是我去办的嘛，啊，这个户籍我也拢有嘛吼，啊嘛去办这个分别财产制啦吼，这我拢有，啊我会当甲你保证吼，他是在地邦桥人，啊我那讲透露人家一个邦桥不要紧啦吼，讲邦桥尔，你邦桥人不是什么中国人，因为人拢有诽谤的问题。都是诽谤，我们讲了半天，刚好去讲到因，无啊，咱也不讲因安怎，对不？迄就是咱政敌都讲袂了，佫讲到因遐去，遐人就是无物件，才需要用攻击的啦。哦，还佫有啥问题？对，阿丽，阿丽，怎么辨别啊？你想一个问题啦吼，咱这的身份证有本土台湾人被占领是 TW 对不？啊，欧亚韩籍是 PTW 对不？啊，曼谷是哪一个人？中国人啊，啊，应该当作是 PTW 啊，安尼这是变作什么话？搞不好还嘛变作 TW 哦，安尼因这种分法敢对？这是中国人的分法啦，占领方的分法。咱的分法就是讲 ，TW 本土台湾人，欧亚汉籍，佮一个是讲 CE 啊、流亡的啊，就是讲什么话，一种的，三种，因两种的，所以这个是有问题的。来，还有啥问题？你看这个身份证的发行就知道，说他们有问题的，他们立场有问题，是不是呢？我你佮注意这个问题。啊，过来，有没有什么问题？阿伯的，好啊，阿伯，咱就到这结束了哈，好，拜拜。各位好，我叫 Kerry。